野头帮帮主苏星这么开心的样子，这是发生什么了？刚来就看到帮主展示绝活头劈竹子，也没见他吃多久竹子。送餐车就来了，敏锐的苏帮主立刻察觉，连竹子都不吃了。竹子哪有笋子香？我要去看看情况。竹子和竹笋数量太多，下货速度比较慢，请苏帮主再等一下喽。这也让大家有机会欣赏一下苏帮主的霸气能言。 苏星又换了一个离餐车更近的位置嗅察情况。义妹，我可一点没着急。你长得帅，你说的对。苏星看上去已经完全被右侧的动静吸引住了。哎呦喂，奶爸能不能搞快点？我再换个地方转移一下注意力。你们这些两脚兽就知道看，也不去帮帮忙，我得淡定一点，别被察觉，我很着急。奶爸还在紧急领餐当中。 这边倒是还有很多竹子，但苏帮主已经被空气中的竹笋味道攫住了心神。他已经到站上的位置了，准备休息一下。这批竹笋真的迷倒了万千熊熊的心。苏帮主又换了个地方等待，还试图爬到更高处查看情况。奶爸那边已经领完餐了。 现在奶爸在依次发竹笋，是从里面发到外面。苏帮主是最外面的房间，最先听到动静，最后吃到，哈哈，心疼苏帮主。奶爸发笋速度很快，请稍等片刻。没事，我在喝个水，准备吃笋笋了。奶爸发到苏星的院子了，苏星立刻过去就位等笋。奶爸还对着早早就位的苏星笑了起来。 一筐笋笋发完，苏帮主终于吃到了梦寐以求的笋笋。我的等待是值得的。